OK， 准备好了吗 ？Ready Go！ 哇、oh! oh! ！我的妈呀，真的是，同样穿背心，我穿出来就是另外一回事。好，用什么方式能够让自己变得有线条？简单的小方法有没有？我们先来做一些俯卧撑，你要不要试一下？哦，哇，俯卧撑啊！俯卧撑不简单吗？俯卧撑，谁都会做。哎呦，不错哦，是吗？可以。你可不可以做这样子？可以吗？来吧，好哥，挑战一下，好哥，好哥，来一个，好哥，加油！眼镜要不要摘掉？是觉得他脸会着地是吗？伤害性不大，侮辱性极强。不用，好，我们来做三个可以吗？我先做一个，一个可以，我们做三个。你不要逗我笑好吗？Lady Go！ 哎，好的，好，好灵活。再来一个，最后一个，来，加油，好哥，加油，好哥，加油。厉害，我好怕脸着地啊。好，再来一个挑战。看好，对。一下脸着地的感觉，好哥，是不是体力已经耗光了？哎，等一下，我屁股有点抽筋。哎呀！所以你是几几年的呢？我是95的。哇，看起来像00后哎。真的吗？对，因为我觉得你的眼神非常非常的清澈，就感觉你没有被这个世界所折磨过，就是你怎么会那么乐观那么阳光呢？应该是经历过黑暗之后依然眼里有光吧。对，我以前是学商科的了，然后我尝试过很多职业，然后也尝试过创业，在国外当时，然后就当时走过一段弯路，对，然后面误打误撞的，然后才接触到视频，哎，发现这个方面好像我有天赋，然后感觉才找到了我的真爱。今天我想给大家。